奶奶又没种有荔枝树，去哪长呢？对了，还真的有，去问一下伯伯。伯伯，我可以摘一下你的荔枝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摘一个可以，行啊。好，谢谢伯伯了。妈，要买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个，这是橙子来的。你们慢慢卖，要不要了？刚才塔头说荔枝。啊，好的。这也太高了，来去另外一棵吧。哇，可以摘了。这都可以用嘴巴来吃了。妹妹，快点出来，爸爸买了橙子给你们吃。谢谢爸爸。弟弟，来。谢谢爸爸。好。够了，爸，你回来啦！啊，喂，来吃橙子。你们摘了荔枝啊？妹妹说要吃的。啊，妹妹。啊？吃荔枝啦？哦，谁摘的荔枝啊？哥哥摘的。哦，谢谢哥哥。